喝完一杯 cappuccino， 要七分半。说一句我爱你，只要3.3秒。1/1000秒的快门，才能让你听歌。4秒钟可以上万五封垃圾简讯。18秒的快速旋转，我们才能变成同一个人。我们的爱情在7天后结束了。那是一段比任何人都短的恋爱，难道没有时间多说一句话？这是我们最后的关系吗？一切就像夏天的烟火，绽放以后，就在瞬间回到平静。到现在，我还是选择继续喜欢你。